这一次的展览画作里头，大部分是做一些我们说风景的这个记录。除了这个记录当中，其实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色彩的这个表现，所以因此我们也有为数不少的这些抽象的这个概念的这些创作。这幅画呢，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南庄古宅。那事实上这幅画同样也是以这个我强调也是色彩的变化的部分，事实上它就是南庄邮局。那南庄邮局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古迹古老的建筑，那我因为是古老的建筑，事实上那我增加了一些色彩，也改变了它的环境。这两件作品是比较属于抽象的，这一件的发想是从日常的琐碎的声音做发想的。琐碎的声音是平常就会随时发生，因为像说哦，隔壁邻居啊，如果很吵的话，就常常会听到嘛。
那我的作品呢，其实就是比以简约，然后用他的那个他的肢体语言的符号来代表我要诉说的这幅画，然后由他没有就是没有很清楚的五官啊，没有很清楚的肢体，但是我用颜色。